现在要带你来吃这个穿了好多袋的那个面茶冰。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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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你好，古早味，古早味，来来来，大哥你好，老板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荤桂哦，荤桂，不是说面茶最厉害吗？都一样啊，都一样厉害啊。面茶在这里，这种特别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先示范给你们看。好，你先试一下。我光看他们家的料，哦，好 Q 哦，就觉得好像都是很扎实的。对，哎，很粘刀哦，很粘刀哦。嗯，现在很粘哦，对不对？对。等一下，你们切切看，切完之后我再用不会粘的方式教你们。还有，人家都说，会粘人的地方，最生意比较好。啊，红蛋你都唔不来呀？来试试看。来。盐味的。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对。就是。还要加点糖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它的那个 Q 劲跟那个香气都有。水感比较多哈，对，拿来我们先切一下嘛。好，刚你已经切了一块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刚都是切三角形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很黏，哎，怎么这么黏？哎，怎么那么黏？甩都甩不掉。放进去。哎。哦，沾一点水哦。来，再切，从边边切，从下面这边切。好。哦，果然，哎呀，你们在咋讲哎？听说这个六甲的大大小小都要到你们家来报道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啊，就是很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的。对对对对。来，辉哥也给你切一个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捏爆它。不可以的，这样就糊掉了。对，糊掉了。你当爸爸就知道了。对，未来你有很多事情要做哦。对啊，最近有在问那个我的经纪人丹尼，说最近还有什么工作可以排满一点。已经吓到不敢回家了。来来，真的特别 Q 嘞。哎，我们这样可以来一个综合的吃看看吗？可以啊，给你配哦。好，请你配。你这样一碗是多少钱？40。是什么？这么便宜哦。一般我都是这样做啊，不会说。这样你划得来吗？圣美盒呗，哎呀，看圣美盒，都一样是客人，我都是这样装给他们吃的啊。哦，全部都来呢。这是老板的一手抓，荤桂，给你们多一点，上才40块，可以啦。像这样哦，然后这个是糖水，哦，没啦，欢喜就好。啊，然后最后是加冰。哎，这个我可以装吗？好，试一下。我很小时候都喜欢看。来 ，Action！ 有模有样，有模有样。是是是是，你可以当老板。那真的哈，真的当老板，那你就是第四代喽。上面再淋一点。重点来了。台湾最近糟透透，要看一个所在，讲吃冰个淋这个面皮。这样一尺吗？还是一尺平尺？哎，对，这样要不要掉下去？不会，就这样吃哦。这样子。哦，你要帮我压那个冰。来，我帮你压。好，我怕你压太大力会喷东西出来。好，可以哦。哦，顺哥更厉害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庙边长大的啊。但这个机器已经很久没看到了。对，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手摇的。50年了。50年了。这就是故乡的甜蜜啊。来，确定不是香灰哦？不是。你看你等一下吃会不会打嗝？新兵台我搞。哇，来不及了。因为卤味天气比较热，哇哦，那个敏蝶在冰里面真的是变成了另外一个路数了。而且呢，它加了一点糖水之后，它那个敏蝶的那个香真的好赞哦。对，它其实变成一个提香作用。对，而且呢，下面的料哇真的是爆满。哦，好。老板在你们家吃冰，我要穿围裙。
啊，无留个脾气个，超级丰盛的。哎，这些大碗个满钱，满钱就是安尼满出来叫满钱，你听。嗯，这个边边就叫满钱，啊，满钱就是满。嗯，用盖袂落来，从那个边边上漫出来就满钱哦。哎，这料都好好吃。嗯，那料每一个都是。刚刚我们自己切的那个荤桂哇。嗯。Q弹的，而且它不会过黏。在地的口味好像各地都有他们独到的味道。是，小时候我们吃那个闽蝶是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就是水蒸气的，吃米蝶跟吃那个太白粉球，它像胶胶也是这样煮出这样子，也是加糖水吃的。就会听到有水蒸气的声音。我们要讲说富甲一方啊，嗯，一甲就很有钱了，对对，他们这边你看有每个人都很有钱，对啊，你说看他卖冰哦，对对，还身怀六甲，身怀六甲，没有了，在家里都开冰室，我们家拢是餐雕啊，餐雕，哦，真的，我们家拢餐雕啊，我们家拢送卡，无咧送荤呢，所以有想要做好嘢啦，啊，就一定爱来这六甲先行去啊，哦，好赞好赞，有闲就来六甲行行，嗯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